由于努尔哈赤对明王朝一直表示忠顺，同时用重金收买朝中重臣，致使大明王朝对努尔哈赤的持续扩张和日益强大缺少应有的警觉和相应的防范措施。从明万历32年到万历44年，短短10余年间，除叶赫与乌拉万。 努尔哈赤已将辽东其余所有女真部落相继统一于自己的麾下。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正式创立大金国，成为大金汗王。众臣上尊号为“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这一年定为天命元年。 各位将军，大家还是先回去吧。贝里耶身子有些发热，刚刚闭上眼。哦，有什么事儿？战报呢？有没有战报？阿格洛，告诉我，快告诉我呀！贝里耶，消息不太好，我们设的两道防线，头已被突破了。 完了，贝里耶，什么叫完了？难道这么多年我们的兵都白练了吗？这一天，我们乌拉花了多少银子扩兵买马？贝里耶，气可苦不可泄，你要拿个主意啊！贝里耶，刚才阿咕噜将军说的对，咱们乌拉城城墙坚固，火炮、雷石、弓箭，就是为努尔哈赤准备的。我们愿意与之拼死。贝里耶，努尔哈赤善野战，不善攻坚，我们可以固守乌拉城。固守。 能够守多久？现在整个辽东都是努尔哈赤，派去叶赫的骑兵还没有回来，我们不会的，我们不会的。